包场一天960万，好哥大家唱图卡用力调侃 KNT 悲歌议事，行政院小编在立法院制图却被网媒抓包，提供绿营网军侧翼，第一时间政院却是这样解释。这部分因为我们是传到立委群组，至于他们很快的传递出去，其实那个已经都一个小时之后的事，一个小时讯息相信都已经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去。行政院承认将制图丢给民进党立委群组提供使用，但该图卡制作遭记者直击是在3号上午10点多，短短时间内却分别在10点52分、11点02分、11点22分，却陆续出现在焦糖、陈嘉行、民进党侧翼、桃园市议员王浩宇等粉专，而立委王定宇却足足在166分钟后，下午1点38分才抛出。而行政院从头到尾，脸书、LINE 都没抛出该图，比起说好的立委侧翼，倒是转传大宗，积极许多。面对这种不实的谣言呢，我想懒人包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方式。那我们确实是会有一些群组传一些说明图，方便我们跟民众说明，我想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口径一致是由于群组转传，但所谓讯息澄清，细看内容从头到尾只用力在批评国民党杯葛议事、滥花公帑，制图的小编却忘了自己也是拿着公帑占着公家资源打击政敌，跟澄清假讯息毫无关联。曾昌很爱拿他的头坐在那个图上面跟大家讲说，我们有做事，我们有好棒，我们做好好好好好好好，结果嘞，我想前几天院长的脸书上面就有把杨琼英的委员先是变成图卡用来提供立委，却是侧翼率先攻击，行政院再甩锅，群组转传无从得知，说好的澄清假讯息变成打击政敌，除了大话人民纳税钱，行政院跟民进党党部之间实在难分两者差别。谢黄教委长宣 S 最早打不到，捍卫言论自由到底，抢救中天，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